云航，你应该像风一样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的。你以为我想当什么御林师吗？我想要的只有自由。仙师和顺德一日不出，东海鲛人的命运终有一天会落到每一个人身上。你们究竟是习惯了残忍，还是看惯了恶毒？很快我们就会让那些阴谋暴虐付出代价。争端已起，大乱将至，凡是违逆本宫之人都得死。那我就赌你杀不尽这天下逆鳞者。我想要的自由并不是要走很远的路，而是这颗心毫无畏惧。决心，便无人能阻。还有谁？已无退路，唯有前行。